咱们就让阿元服下。想起他曾经挑断公子的脚迹，他现在是那样恶毒，公子对他牵肠挂肚，真是可恶。若不是你，景哥哥怎么会眼中没有我？我又怎么会被逼得要嫁给博王？你难道不该死？郡主，泽生昨日出宫是为了找阿元。你杀了泽生郡主，竟然还以为能若无其事地嫁入贺王府？我们家小姐没有罪，是你们颠倒黑白，你们早晚会遭到报应的。小鲁班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大夫治好你。两世观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未来戏剧台。